我是从事 IT 行业的，所以我们就做整天就在一个很宅的地方，所以我的同事们都跟我有同一个问题了，我们都做到腰酸背痛啊，就遇到这些问题。然后有一天就一个同事介绍我，跟我说哎，这里附近有一个按摩院哦，不过来试一下。其实来这边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点啊，就是老板娘会亲自来问我哦，你是哪里痛啊，哪里有问题啊，哪里酸啊，然后他就会交代他的按摩师哦，然后就会对着啊我酸痛的地方去按哦，就比较注重那些地方，然后也是很舒服啦。他们调水调的温，就是全部东西他们都会问我，这按摩师都会问我，好像你舒不舒服啊，会不会痛啊，啊水不会太冷啊，太热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很体贴，很贴心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。所以我是一个服务，就是啊拔罐啦。说拔罐的那个时候呢，就感觉就是有很多个东西在我背后吸着我，这样子就像把毒素都吸出来，整个过程过后他把那罐拔出来的时候，那感觉好像整个好像轻松放松那种感觉。说如果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Kingdom Reflexology 的话，我会说它是一个世外桃源，让我们这种每天工作遇到压力的人忘记我们的压力，就把整个人轻松下来。